你出于责任戴上别人给的口罩，戴的口罩真的是口罩。你出于同情送身体不适的孕妇回家，别的真的是家。你的好心究竟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当有人需要你保护，请你的善心披上盔甲。要不我帮你报警吧。你也是一名走夜路的女孩，被尾随的可能不是她，而是你自己。当你接到隔离电话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胡女士吗？啊，是的。是这样的，是您乘坐的开往广州的 G30 车次呢，上面有确诊人员，请您到宏伟路优家酒店302进行隔离。有确诊？请你的责任心加上保护。你去的可能不是酒店，是炼狱。当有人祈求你帮助，请放下你的同情心。商场那么多人，他不找，只找你。你去的可能不是店铺，是牢笼。当有人向你发起求救，你就给我开门。请收起你的正义感。你也是一名毫无抵抗的女孩，好心本不该被利用。但你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去帮助别人。